马铃薯煎至绵密焦香之后，爆炒花椒在嘴里面蹦开的呛辣美味，让人是一口接着一口。再来一碗由蘑菇和蔬菜为基底，再用香醇的糙米糊调和而成的营养浓汤。林顺吉师傅的静思创意料理红蘑鲜蔬糙米汤和川椒坚果土豆香即将上桌喽。新素派健康带来来欢迎我们这一位呀、会让你很惊艳的做出这种让你吓一跳料理的林顺吉大厨师。您好，爱珍姐好，全球大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林顺吉师傅现任大饭店餐饮部中餐主厨，最擅长将台湾的在地好食材做出各式各样的美味创意料理，然后呢会指导我们有健康概念然后有正确的营养知识的王秀梅师姐。秀梅老师您好。安珍姐好，全球观众朋友大家好。王秀梅曾任台北大学护理讲师，现任慈济仁医会健康以及营养咨询。今天呢我们就要请顺吉师傅呢把静思食品拿来做料理，然后要很特别。是，哎，你看那个很有宝是很特别，保证特别好。那么是什么？今天要做的？今天要做的是红蘑鲜蔬糙米汤。那我们今天一起来看一下要准备什么样的材料跟调味料哦。红蘑鲜蔬糙米汤材料有猴头菇、蘑菇、南瓜、红萝卜、青花菜各30克，调味料有糙米麸100克、盐1小匙、糖1茶匙。红蘑就是猴头菇跟蘑菇，对不对？是。糙米就是我们的那个，我们静思产品麸啊，糙米麸。这个不是就是冲来吃的吗？对，整个糙米去把它磨成粉，可以冲来吃，也可以搭配其他的食材。这个多方便哈。对。好，现在我们要准备到青花菜。好。那青花菜的部分，我们先把米粒先切下来。我是在看食谱。青花米粒，下面叫做青花米粒啊，这个就像我们的稻米一样，像小米。对，青花米粒，好，学会了这个哦。我就看食谱，什么叫青花米粒，一直想不出来是什么东西。其实青花菜已经是大家都公认而且都很熟悉的是一个抗癌的食品，对不对？梗跟这个米粒都一样吗？都含银朵类啊，银朵是有名啊，它是十字花科的蔬菜。我记得有一家那个卖健康食品的厂商，他们还特别强调说，他这个叫做银朵，补充银朵的胶囊。那那个银朵就是这里，银朵就在十字花科里面，像大白菜呀、高丽菜呀、好绿花菜、白花菜都有，所以不需要额外去补充那个什么健康食物就可以得到了，这里就够了嘛，是不对？哦，好。还有我们的南瓜，南瓜好，这个算西式浓汤哦，是。那我们叫我们的中式的糙米麸啊，糙米麸哈，我记得，因为看了这一道汤的这个食谱之后，我就在想起来，我女儿断奶的时候啊，吃断奶食品，然后我记得邻居教我要把糙米煮熟，然后再用果汁机打成浆，然后再煮成汤，让他小朋友这样喝。对。那这个其实就是那样的意思了。对，它的营养价值非常高，而且我们刚刚讲糙米里面它也有 B12 糖分啊，哈，可以让我们孩子体力充沛。是，那所以这一道也很适合那个小 baby 吃。是，对。那现在知道这个素食概念了，哈，那就吃这个糙米蔬菜浓汤。对，然后这些像秀梅老师，你看这些小朋友的成长，好像这个都很需要的喽。是，贝塔胡萝卜素哈。蘑菇。哦，这个一定很好吃嘛。那你现在全部把它切片之后要干嘛？先把它的香气给炒出来。炒香气出来。对对对对对，那稍微煮一下，我们会用果汁机。这个就是猴头菇，是用什么罐头的吗？
哎，对，就是真空包的。对对，那我们这个是新鲜，它只是说真空包。啊，所以用这个比较好。对，那我们先加一点沙拉油。这个真的很过瘾。然后先把我们的蘑菇，这个蘑菇是唯一含维他命 D 的一个菇类。D， 维他命 D。D A C D。我们身体中要有足够的维他命 D， 钙才能够被活用、被吸收，所以蘑菇是很好的。然后它也没有农药的问题。不是，本来以前我记得讲说那个维他命 D 是要去外面晒太阳，是不是？是不是？对，可是有些晒干的食物也有，像晒干的香菇比新鲜的香菇好，经过日光的曝晒以后，它里面就有维他命 D。嗯，像晒干的梅干菜啊，晒干的萝卜干啊，哈，晒干的香菇啊，还有这什么花菜干啊，什么哎，对，经过曝晒干的，不是脱水烘干的。太阳晒过的干的里面都有维他命 D， 所以客家人他们在收成做的那些，他们是经过太阳晒的，对，才会有。是，如果你是室内工作者，你没办法晒太阳，多吃一点晒干的东西，补充维他命 D 也有用吗？对，食物中的钙就会被吸收，也是有用的哦。好好好，以前就是说，尤其是成长中的小 baby 有没有，一定要晒晒太阳，就是有维他命 D 促进钙质吸收。现在哦，原来食品里面也是有的，你以为食品，真的以为哦，所以油很少哈。对，我们用少量的油，因为等一下我们还要加奶油下去。对，这个汤还没煮就已经感受得到它的那个营养，而且我看有一本植化素的书上面啊，他们有分食物有红绿黄白黑，对对，五行，五行，黄色的哈，像南瓜，它是滋养我们的脾脏啊，脾脏是我们身体免疫细胞生长的一个内脏器官，所以它可以增强我们的免疫力啊。您刚说黑色的那滋养我们的肾脏啊，哎，所以我们的肾主骨嘛，可以长得比较高啊，比较有精神、有精力啊，靠黑色的食物，所以五行学啊，就是说最好吃彩虹饮食。所以这个是它，你看它红萝卜哈，又算是贝塔胡萝卜素，好鲜艳的黄色，对，又有绿色的，绿色养肝哈。我可以想象它呈现的那个汤的颜色，应该是那种鲜黄色、金黄色，金黄色。我们还有翡翠、千花菜、米粒。哦，所以这个翡翠是等一下才放的，对，等一下才煮。好，来，开水直接倒下去。对。哇，好漂亮啊！其实如果不是做浓汤这样子，也是很漂亮哈。那这样子我们可以让小朋友，或是说家里中有老人的话，长辈的话，这样比较好食用。啊，退气不伤后诶啦。对对对对对，那我们先用少许的水让它穿烫煮一下，煮一下。那我们用果汁机再下去，再加一点冷水。那我们家里的果汁机可以先用一点冷的开水。我免得说它烫的放下去不太好。对对对对，那我们就把它倒进来了。光看那个颜色就好漂亮哈，不同颜色的食物会给人带来不同心情的感受，对不对？对，你说色香味美嘛哈，看会吸引我们，会有的开我们的食欲。你比较喜欢什么颜色的蔬菜水果？我喜欢比较偏红的。哎，你是说红椒类吗？对，或者是红萝卜啊。啊，红苹果啊。红苹果。好，那顺吉师傅喜欢什么颜色的？哎，我喜欢金黄色。哦，那打出来没？那在打的当中，不要忘记我们的糙米麸。糙米麸。哦，对对对对对。放下去打哦。对对对对。啊，免得你。调的时候，煮的时候它可能会有一块一块的，对，结块的，啊，对对对对对，就比较均匀哈。对，这样子可以打的。好。啊。有香气，香浓。好。变浓汤了，是，真的就浓郁。所以它有没有什么比例啊？刚刚是小小这么一小碗，对，等于两。喝汤的汤匙，两汤匙吧，满满的两汤匙，大概50克左右。好，那我们要轻轻的搅拌，不要让它糙米麸沉淀的话，会有烧焦的感觉。烧焦，对对对对。好，就这么一小碗糙米麸就可以达到这样子浓稠的这个效果，而且又有营养。如果我们喝不完的时候，可以放在冷冻库，要食用的时候再拿出来解冻。你说这个，对，可以煮一大锅。对对对对。哎，这样子就。比较不会有浪费的情形，它的浓度还是一样保持得住。那不像有一些，如果加了面粉或太白粉，它可能会有脱水
就是水跟那个什么会分离，对不对？它会有结晶体，那放在冷冻库，它结晶体一坨一坨的，是不是？对，你下去煮的话，它可能变很稀。哎，对对对，一点都不浓稠了。那我们这个是完全都不会有这个情形。所以用糙米麸来煮的浓汤不会有那样子的问题。是。哦，哎，真的好会哈，哇，真的好棒！那大厨师教我们的 paper， 先调味一下。好。那我们都是用很简单的盐巴。然后它有天然的甜味了吗？对，天然的。那我们加一少许的糖就可以了。猴头菇就可以下来了。哦。让它看得到，也吃得到。对。好。这道料理很健康。好，接下来就是我们的青花菜米。哈。哇。颜色丰富了。好漂亮啊！所以让它。一熟就可以起锅啦，对不对？这样就可以了。哦，接着下来另外一个又更特别了哈，那这个叫做什么？川椒坚果土豆香。听到名字有没有想笑？什么叫川椒坚果土豆香？好，我们就来看一下要准备什么样的材料跟调味料哦。川椒坚果土豆香，材料有马铃薯一颗、青椒半颗、红椒半颗、姜少许。干灯笼椒20克，干辣椒10克，花椒粒3克，净丝坚果75克。调味料有沙拉油1小匙，冰糖2大匙，素蚝油1大匙，甜辣酱1大匙，酱油膏1大匙。好，看到了哈，川椒坚果土豆香，土豆就是这个。是。好，这个你要怎么做？这个皮很薄哎。这个我们洗净之后就直接切了。你看啊，又是完全食物，完全不要削皮。对。哎，这个真的可以连皮吃吗？可以。但是碰到那种厚皮的，还是得削皮吧。嗯，一般的话，我们做的话就是直接把它洗干净，只要它表面上不长牙，我们就直接就可以烹调。哦，连那个厚皮的也是可以连皮一起。对。所以真的是很少说连皮吃哈。对，那就看你要做什么。如果是煲汤的话，皮就可以一起下去。嗯。那刚刚有提到这个马铃薯发芽的话，就不要再吃了，因为马铃薯长芽就含了龙葵素，龙葵素对我们身体就不是很好的一个东西。这个如果真的不好意思发芽，你也不要为了节省就把它吃掉了，就把它拿来放在客厅当盆景，很漂亮，是不是？对。川椒不是这个川。川椒是我们这个有灯笼椒，嗯，还有我们的宫保椒，这个很恐怖哈，嗯，哈，有够咸的对不？我看到不？灯笼椒，嗯，又称魔鬼椒吗？以前只有宫保的这个红椒干，对，现在连这种都做干了，对，这个很辣呢。那看起来视觉效果会比较丰富一点。哦，这个新鲜的时候有够咸的，对。又麻又辣，所以你等一下放的时候，是不是分寸也要拿捏得很好？是，这个，嗯，有没有吃过这种川椒？因为我很喜欢吃辣啊，真的。你看你就是热情嘛，喜欢红色的哈。好，那辣椒也是有好处的，对不对？对，辣椒素哈可以防癌，而且可以促进新陈代谢。那我们锅中先下一点油，好，然后我们的马铃薯直接下去煎就可以了。好，把它。等于说是半煎炒。对，既然皮可以吃，真的，下次我们就是要来好好的把这皮洗干净来做。这个因为你的马铃薯切的比较大块，它比较有口感，它可能在烧的时间上会比较多一点，对不对？比较久一点。哦，对。那这样要怎么样让它熟啊？那一般可能我们在，慢慢煎哦。对，我们在饭店可能就是用油炸的。哦。对，那油炸了它可能就是会含。含油比较多，对，但速度比较快。对，因为客人有用餐的需求。对呀，对。那在家里面，我们做妈妈的就花点时间用煎的。对，那我们下去煎的时候，哎，顺便把我们的调味料，嗯，下去拌均匀就可以了。这个是有比例的。对。好，我们来看顺吉师傅特调酱。那像我们这个有冰糖在家里的话，可以用小火或是用隔水加热的方式让它融化。对。这是素蚝油。素蚝油是，嗯，这个是我们的甜辣酱。哦，甜辣酱。对。这个好像同
比例一样。是。这酱油酱油膏，嗯，对对对，比例一样。对对对，那我们调出来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子。哦。对。那可是冰糖已经化啦。对，那这个是因为我们有隔水加热。哦，你隔水加热，对对对对对，所以您教我们是用这个方式来调，但是隔水加热让那个冰糖融化，对不对？是。所以特调酱。嗯，有风味哦。对，有一点甜，微辣，微辣，微辣，就是我们甜辣酱的关系。哦，对对对对，嗯，你应该会很喜欢，微辣。我要吃大辣，你要吃大辣，客人点菜要大辣，这两个好辣，好，就怕不辣，这个就怕不够辣，是不是？好，今天让你的好利人客欢喜，对吧？好，好，来。这个一定很辣，哎，这个一会儿就你看，就是你要把它煎到有点焦焦的那个，对，哦，而且它香气释放出来，就表示已经在熟成当中。而且你用波浪刀，对，所以它这样煎起来是有那个烤过的效果。那我们用波浪刀，只是说让它的酱汁能够吸附的更接触面比较多。对对对，那居然有那种炭烤的那种颜色出现，如果用炸的可能就比较没有哈。对。哎，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方法，炭烤效果。马铃薯它在欧洲称为第二面包，他们有非常400多种的做法。那马铃薯，对哈，对，400多种做法。对，马铃薯它本身不含钠，像很多食材里面会含钠，它本身不含，像芹菜就含很高的钠。哦。对，那它含了非常好的一些像蛋白质啊，哈，有一些矿物质啊 ，B1、B2 啊，尤其像 B 群，对我们神经的稳定是很有帮助。所以说，我们可以用马铃薯淀粉来代替一般传统的白饭白面条。是，而且马铃薯也是属于一种抗性淀粉。哦，抗性淀粉就是不容易吸收，吃了有饱足感又不会胖，它纤维也含量很高啊，热量低。我们就比较现在不太懂抗性淀粉，好，就是您解释的，就是叫做第三类淀粉，是第三类纤维，纤维质，好，第三类纤维，第三类纤维质。那只知道马铃薯它是算 DGI 饮食，对不对？是是，所以说如果说让血糖稳定的人吃这个，热量也比较低，纤维也还蛮高的。嗯，好，香气很浓了呢。对。嗯，这里有一点四川风味吗？是，就是嘛，四川风味，因为那个四川人最喜欢的就是那个麻辣土豆丝，有没有？对，麻辣豆腐、麻辣土豆丝。对，土豆丝。那四川人最喜欢吃的就是麻辣的那个土豆丝。那你今天这个是土豆块，对，对不对？吃起来比较有香脆的感觉。对，那个口感就更不一样了哈。对，你真这么厉害，你已经变成炭烤了。好，现在来了，要放什么了？现在我们要把我们的花椒。哎呦，我最爱这一味了。先爆香一下，最爱花椒了。对，花椒很好哎，花椒素可以促进我们唾液的分泌。嗯，我们的唾液是碱性的，里面还有 IgG 抗体，所以我们吃东西要慢慢吃，让你的口水分泌多之后，对食物团容易消化吸收，细嚼慢咽。对，细嚼慢咽。哦，所以花椒它可以促进唾液的分泌。哦，辣哦。嗯嗯，好，再来一点。哦，那个辣汽油，而且伴着那个花椒的香气，那把我们的调味料特调酱，对，哦，好，哇，台式的那个酱油膏，甜辣酱，对，跟那个川式的辣椒混合在一起，对，好厉害。你刚才酱油膏是哪个地方的人发明的吗？哪个地方？我们要去查耶，台湾人，全世界只有台湾才发明了酱油膏，当初是为了比较好沾粽子。哦，真的有去查耶。那我们这个时候把我们的姜末，对，然后还有红椒、青椒，你一定很喜欢，因为好辣哦。对，
它是很费工哈。我们说干煸四季豆，它就干煸这个土豆哈，嗯，然后到一个程度以后再放这些有颜色的，那个促进食欲。费工哎，而且那个这个宫保辣椒干呐，是后放下来。就比较跟以前传统的做法不太一样，对不对？是，因为我们就是用土豆先用煎熟，对啊，对，煎熟再把我们的这个宫保椒跟灯笼椒下去爆香，它会辣，但是又不会很辣，对，好吃哦，好棒哦，好，我们可以准备上菜了吗？好，还有这来看几笔，我们的主角出现了。好，我们的净丝坚果。对，这等一下我们就是把它撒在上面就可以了。好，对。然后这个就代替的那个叫做什么花生吗？花生或是腰果。啊。对。那我们这个坚果里面都有。什么都有了。对，什么都有了。那我们就可以盛盘了。好。好。那么我们现在就来品尝吧。好。川椒坚果土豆香。做法是马铃薯以波浪刀切条状，青椒、红椒切片，姜切末，调味料先煮匀备用，马铃薯入锅煎熟，再将花椒、灯笼椒、干辣椒、少许的清水调味料入锅炒匀，接着放入姜末、青椒、红椒，炒至汤汁收干盛盘，再撒上少许的坚果就可以了。侯摩鲜蔬糙米汤，做法是青花菜细粒的部分切下，青花梗切丁，南瓜、红萝卜、蘑菇切片备用，起油锅炒香蘑菇，再将南瓜、红萝卜、青花菜梗入锅略炒之后，加入清水煮滚，将800cc 的冷开水煮好的蔬菜以及糙米麸倒入果汁机中打匀，再倒入锅中煮滚，接着加入盐、糖调味之后，再将猴头菇、青花细粒入锅煮熟就可以了。我们现在要请辣味女王，赶快品尝一下。你说要辣，所以我们顺吉师傅就辣椒全部放下去，然后，哦，好香哦，很香。哎，这个辣椒怎么不辣？不辣，不辣，微微的麻，微微的，对对对，微微的麻。然后我一直好期待，赶快喝这个汤，好，因为这个汤真的就是叫做很天然，然后呢，完全没有其他的面粉啊或太白粉，而是健康的浓汤，对不对？嗯，哦，好好吃哦，哦，而且它那个蔬菜的那个鲜甜的味道都还保留，还有草米的香，香气都有。嗯，太好了。如果说你觉得你也可以用这样的净丝食品做出来的创意料理，也不赖也不差，甚至你觉得比顺吉师傅还要好，马不要紧，来赶快把你的食谱寄给我们，但是呢要拍照哦，还要一张照片呢，哈。如果说我们到时候啊收集到了哦净丝食品的创意料理，你被入选了，还有小礼物哦，不怕人家来挑战，对不对？不怕，不怕。好，我们大家一起共同发挥创意，谢谢你们，谢谢。